妹妹，你有单身吗？奎丁，哎，奎丁，你单身吗？我可以在这边帮你找，哎，你考虑一下。不要。找女生也可以。找女生也可以，不用我老公了啊，不用了。好好好好。我老公，你知道我要追敏控，可以去看一下吗？我知道。有。有看有看。还偷自入。有。姐，我要贴给你，蛮帅的。好。妹妹，你有没有单身？没有。好，祝你幸福。对。对呀，妹妹，你有没有单身？有，你有没有成年？确定？哦，你有男朋友，好吧，好吧，祝你幸福，拜拜。哦，太好了，命运的安排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看感觉耶，要温柔体贴。好吧，你问他。好吧，你会在东区多久啊？你会在东区多久？没问题，我等一下就帮你找到了。你做什么工作啊？我做娱乐业的。娱乐哦。那你的兴趣是什么？跳舞。然后，那你未来的梦想？未来当艺人。当艺人。从小。你今年几岁？18。我现在很狼狈。不会啊，台北人吗？没有，我桃园。啊，你再回桃园哦。对啊，我回桃园。要修嘞。那等一下，等。我先去找，你再问他几个问题。你什么星座？天蝎。是还在念书对不对？我高中，他要高三。确定有成年？有，确定刚成年，刚成年。对，最近有参加一个女团，叫滴滴五二。哦。女团的节目。你们是坐什么车？你们坐什么车？走啊，我们街上找，不耽误你们。对。你们到高铁吗？到北。好，北车好，那还有三站，还有三站，你要走了。好，你还没成年，你们姐妹。哦，长得很像哎，好哦，团圆了，有一点像，好，你才15岁啊，哇，考试加油，你有没有单身？叫我介绍一个你身边认识啊，你们最近怎样？好，他有暧昧对象，很可惜，很帅，他有暧昧对象不行。你叫什么名字忘记了？艾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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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艾比。好，那你跟艾比在一起，我去找一圈，跟他认识一下。走了，我黑男，本人。走，好吧，算了，算了。他住桃园，然后我也住，因为他为了好，走啊，走啊。现在就是终于，宇哲啊，宇哲，哎，你是撞，你是什么车？初中车，但是。那你是八的，那你的身高？肌肉很好。那你多高？你多高？170。一个177。178。那你今年有什么愿望？脱离。你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好，太好了。你平常休闲娱乐是什么？花板还有什么？打羽球，运动，好好。我们来这，站着，不动了，不要看。好，我找到了，179，然后他是现在金融系，也是18岁，跟你同龄。我觉得眼睛蛮好看的，眼睛蛮深，所以你先给自己看看。喜欢运动了，对吧？走，对。好，现在呢，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 Abby， 那目前18岁，什么星座？天蝎座，好，现在全职演艺。那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宇哲，目前是也是18岁，接下来想要学生想要攻读金融。好，现在数到3哦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来，预备，1、2、3 ，Go！ 握手。你会不会打羽球？打羽球。喜欢运动吗？喜欢运动。他很喜欢打羽球。你们可以一起打羽球多久了？一两年了，一年多。他也是单身很久，他其实加入团体之后就单身。对，他以后想要做金融方面的。金融。所以你也会读书？你也会读书？没有，还好，比较喜欢玩。比较喜欢玩呢、啊。
你喜欢打羽球还有什么？滑板。我是排球跟羽球。哦，你也会打羽球？会啊。很好啊，你们可以约打羽球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你们交换，赶快交换赖。交换赖。赖。知道他最大的共同点在哪里？他也是桃园的。你桃园哪里啊？南卡。你桃园？这样离很远吗？一点距离。没关系的，有空约他去打羽球。好，来，壁咚，十秒。预备，3、2、1，Go！十。好，可以，很棒，开心吗？有没有漂亮？很漂亮。有没有开心？应该是恋爱的感觉啦，很棒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要打一个分数，好不好？那妹妹先给，那弟弟要给她几分？满分，10分。满分10分，7分好不好？好啊，为什么会给7分呢？我喜欢。腼腆的。哦，他刚好腼腆，还有吗？兴趣吧。哦，很喜欢运动。蛮高的。哦，很好。那你一到十分会给他几分？9分。哦，很高，为什么会给9分？很漂亮。哦，还有吗？感觉蛮活泼的。哦，喜欢活泼的吗？好啊，然后有空跟他联络，好不好？好，很棒。那给我打几分？啊？你想知道？再给你9分。好，那1分在哪？啊？1分呢？我等一下去问他，他出现就问他好了。他问你说，为什么少1分？1分在哪里？1分在哪？不是很认识。哦，想要知道个性，个性很好啊，直接。的话，搞不好就11分。哎呦，好啊，就看你有没有办法有时间约一下，羽球很好。带一群人去打，对啊，去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互动啊，友情的互动 ，Go！ 好了。很棒，好啊，来拍张照，来3、2、1。